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请看经文下面第三首啊，习欲身体，当愿众生身心无垢，内外光洁。这是在沐浴的时候啊，尤其是居住在都市，大都会里面，确实物质文明带给我们日常生活许多的方便，可是大多数的人都忽略了我们付出多少代价。这个问题很少人想到啊，70年代的时候，汤恩比博士跟池田大作谈到这些问题。我们今天讲科技日新月异，在他们眼光当中啊，看得很痛心。每一次的进步，人类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这话怎么讲法？物质文明给人带来了无止境的贪婪，这是精神能量的消耗啊，很少人会想到啊。啊，电视、网络啊，这电脑啊，现在这个通信啊，手机，所发出来的这个电磁波对人身心的妨害都非常严重啊，啊，这个都市的居民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病啊，从哪来？这个病痛加多了，
死亡率提高了，寿命减损了，这是不是惨痛的代价？啊，还有伦理道德了，堕落了。啊，这个伦理道德是维系社会安全的保障，伦理道德又是人生能量的提升的重要因素。你说这种损失是不是汤恩比博士所讲的惨痛的代价？没人知道啊。啊，上个星期我看到大概是从电脑里面下载的一个讯息，啊，不长，好像只有一张纸，是发明手机的人向全世界使用手机的人提出警告，啊，说明这个电磁波的能量太强。常常用手机对人的健康会有严重的伤害啊，所以他提出使用手机的人呢，要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才使用，不要常常使用啊，使用的时间最好不超过一分钟啊，尤其这个手机打开的时候不要放在身上，你放在口袋里啊，放在衣服裤袋里面，或者人家挤在皮带上，它对于内脏的伤害很严重啊，容易致癌啊啊，所以他建议的时候啊，放在钱包里面，放在公司包里头啊，不要贴在身体上我想这是良心话了啊，良心的忠告啊，他要不说出来他心不安呐。所以科技是不是好事情？不见得是好事情。啊，你虽然是使用的时候方便，你付出的代价，你就不知道是多么的惨重。那么居住都市，沐浴几乎是每一天都不能少。啊，现代化的都是，但是在从前农业社会的时候啊，水用水没有这么方便呐。啊，一直在抗战时期，中国这个内陆啊，内地不是沿海的这个都市，许多城市里头没有自来水我那个时候住过，抗战期间住过建瓯、建阳，这附近明白
耶稣算是大城市大城一等县啊，用井水啊，用挑水，专门有挑水卖的啊，柴火有卖柴的，上山砍柴啊，到这个城里面来卖啊，樵夫有挑水卖水的，哪有这么方便呢？那么每天洗澡行不行呢？没有看到过，那就太浪费了，太奢侈了啊！即使洗澡，水都用得很有限啊，哪有这么多啊？哪有这么方便呢？啊，去想想从前那个日子。一个星期洗一次澡算不错的了啊，每一天洗个澡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富贵人家也做不到啊啊，初一十五洗个澡那都是很正常的了，都很难得了啊，一个月洗两次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西藏的同胞住在高原听说他们一生呢只洗三次澡啊，出生的时候洗一次，结婚的时候洗一次，到死了的时候洗一次，所以实际上自己洗只有一次，出生跟死亡都是别人替他洗啊，一生只洗三次澡啊啊，可是那个时候人身体健康长寿啊，现在反而不如从前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的生活跟大自然相应，这就是最健康的啊！物质文明也发达了，我们的生活是跟大自然完全相违背啊！换一句话说，是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。人养生心要静啊，身要动啊，身不动疾病就生了，心要动呢毛病也都出来了，心不能动，这个物质文明的世界偏偏心要动，身要动，应该要动，身它偏偏不动，它怎么不生病呢？啊，就养心要静，啊，心是身之主啊，只要心地清净。这个健康长寿啊，就得到一大半了。所以佛法里面的运动是精血啊，大家平常能够这个习惯能看得到的。吃完饭之后
念佛了，绕佛，绕佛就是静心。那我们一般人讲饭后百步啊，打坐拜佛啊，打坐是定心，让整个身体五脏六腑啊，有休息缓和的时间啊。拜佛是运动啊，同时又摄心啊，心是静的，身是动的，符合大自然的运行。啊，所以身心健康，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生活在都市。这个沐浴的次数啊多了，因为方便嘛，啊，我在早年很年轻的时候，在台湾曾经有好像一年多的时间，不到两年，啊，住在台北的阳明山，啊，那个山上有很好的温泉，啊，浴室里面是温泉，啊，这温泉是河水流动的，啊，所以沐浴就非常方便。啊，在那一段期间的时候，每一天沐浴三次，方便嘛。啊，早晨起来的时候，先去洗个澡，啊，温泉洗个澡，啊，那中午吃过午饭休息，睡醒了之后，啊，睡午觉睡醒之后。也到温泉去泡一下，啊，晚上晚饭这个吃完之后，就是下班了，啊，睡觉之前一天洗个澡，一天三次，方便。那是温泉，啊，是流动的，啊，所以这个生活习惯呢，往往与你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，啊，没有这样方便，也就不想了，哎，就不要求了，啊，所以这在沐浴时候，你看看菩萨发愿，啊，当愿众生身心无垢，内外光洁。啊，沐浴是把身体洗干净，啊，那有没有想到呢？身要干净，心更要干净，啊，我们一般人呢，只着重在外表，而收获了心理健康，只着重在这个身的卫生，没有着重心理卫生。
我想这个是整个世界绝大多数人的通病。今天我们读这一节经文啊，希望从今之后啊，在沐浴的时候时时能够提醒自己，啊，或者呢把这首偈子写出来贴在浴室上，浴室里面啊，你洗澡的时候马上就能看见，身心无垢，内外况且啊，那要怎么样洗心呢？就是古圣先贤佛菩萨教给我们的忏悔呀，忏除业习啊，我业习气啊，古圣先贤教人常常反省思过啊，每一天呢多反省，想自己的过失。为什么呢？知道过失啊，你才能改过啊。人为什么不能改过呢？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对，一生都改不了啊。那么这个习气啊会带到来生，来生比这一生呢肯定更严重。你说这个麻烦了、啊、如果是积世累积下来的习气，那可就不好改了啊，到最后必定呢连累你堕三途。所以千万不要疏忽了啊，这个微细的这个恶习气啊。我们讲小小过，小小过不改，慢慢累积就变成大过，那个就很麻烦了啊。过失从小处啊容易改啊，那你要问的时候怎么改法？现在大家所学习的《弟子规》就是最好的开始啊，先从这里下手啊，能把这个做到了，再进一步的学感应篇啊，太上感应篇，我们都知道明末清初许多在家多数人，出家的这个四众弟子许许多多都奉行功过格，莲池大师全集里面也有啊，
是他老人家当年在世的时候每一天改过自新的过程。那后来呢，他不叫功过课，他叫自知录。每一天呢，依照这个条文去反省啊，不善的，我今天有没有犯？善的，我今天有没有做？啊，用这个方法检点自己。确确实实断恶修善了，是好方法啊。袁了凡先生就是用的功过格，功过格里面的项目就是太上感应篇。云谷禅师传给他的呀，啊，那么于敬义欲造神迹，现在这个电视连续剧的版本出来了啊，总共只有8个小时，不长，很感动人。他早年跟朋友们借文昌室啊，那就是提倡文昌帝君的教诲啊，文昌帝君的音质文内容跟感应篇相同啊，分量比感应篇少一些啊，内容啊大致是相同的，都是劝人身心因果断恶修善啊。啊，这一份教材以后周安寺居士把它收在他自己编的一本书，叫《安思劝书》。这个本子，印光大师当年在世，非常赞叹，啊，大量的流通，啊，所以很容易得到。你就晓得古人呢，用什么方法帮助自己啊？于敬义就是用文昌帝君印之文啊，确实啊勇猛精进的，天天反省的，时时反省，处处反省啊，他做得比了凡先生还彻底还认真啊，国报啊也超过了凡先生
真的是一点都不假了。善有善报啊，恶有恶报啊，啊，确确实实啊，不是不报啊，时辰未到。时辰谁定的？业力决定的。那你要知道因果通三世啊，啊，有人心行不善，但是福报很大了，甚至寿命也很长啊，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过去生中啊，他所修集的善大了。啊，那么这一生心行不善，他的善报已经亏折了，也就是已经打折扣了。可是还有那么大的富贵，还有那么长的寿命，你就知道，他如果心行要是善的话，那他的福报还得了吗？啊，这他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有人这一生都行善，穷途潦倒。啊，过着很辛苦的日子，这什么回事情呢？过去生中造作的不善。因为这一生当中啊，修善积德，他已经改善了啊，否则的话呢，他所受的苦难比现前还要加倍。如果一个人能够看到三世因果，心就平了。现在我看这个情势慢慢的会有很好的发展，那就是西方现在精神的疗法啊，因为有很多的疾病，现在的医学没有法子解决。那么中国逐渐逐渐也多了啊，所以将来这些心理医生会很普遍。那么这些心理医生呢，他用催眠的方法让你回到过去时，回到再过去时，有的人居然能够回到二三十世之前。那要算时间呢，一两千年。但是这不同的朝代也不同的这个国家地区啊，过去生中所发生的事情往往是这一生呢疑难杂症的业因起因啊，所以这些医生呢把他这个病因找出来，然后是有效的对治，往往受到很好的疗效啊，现在在西方非常普遍啊。啊，那么这一方面的资讯啊，这一方面的书籍，乃至于这个光碟、录像的说明，也很普遍了。
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啊。虽然现在大家认为这个不符合科学啊，认为这个东西是玄学啊，不符合科学，可是它有这个实际的效果啊。那么社会也越来越重视了啊，现在慢慢的也看出科学有极限啊，极限没有法子突破啊，回过头来找这些古老的方法啊。以前不相信有轮回，不相信有来世，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了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事实胜于雄辩啊，不需要去辩论了啊，不需要去探索，这个事实就摆在你面前了啊。你要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实验呢，那这个心理医生给你催眠啊，深度催眠之下旁边放一个录音机，问你的话你回答全部都录下来了，等你清醒过来之后放给你自己听，你自己讲的不能不行啊。啊，看别人做这个催眠术，自己亲身去体验啊，许许多多的精神医生原本不相信人有来世，不相信轮回，不相信果报，结果多次的实验啊，几十次的实验，几百次的实验，不能不相信啊。我们在这个美国卫斯博士传记里面看到啊，这他自己说的，他用这种方法啊，就是用催眠的方法找这个病因，做了相当长的时间，许多案例他都把它完整记录下来，不敢出版啊，为什么呢？怕人家批评他，这是反科学的，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啊！写了东西摆在那，摆了四年，然后鼓起勇气问自己的良心，这是真的事实，就把它发表。就发表之后啊，没有想到没有人批评他，反而有很多很多心理医生呢都有这个经验，他这一说出来大家都说出来了啊，反而叫大家对这种治疗方法增长了信心啊，也非常认真的来研究
流传非常广泛，非常快速，影响之大啊，几乎到全世界。那么他常常讲到的，就是在这个催眠的这个时候啊，跟这个催眠的人，他还在催眠当中，还没醒过来，谈话中断的时候，往往有神灵啊，他就讲的是那是不同维次空间的神灵，借着这个催眠的人呢，透出很多讯息，也都记录下来，用这个录音记录下来，说话的声音不是这个人的声音，语气不是他的语气，内容是高度的智慧，绝不是他能说得出来的。等这个催眠人醒过来之后，问他，他不知道，他的身体被人家借用了，这就是中国所谓的灵鬼附身，那么他们是尊称为神灵的附身，透出的讯这个讯息，跟宗教里面讲的很相应。许许多多跟佛法也相应，那么西方自从这个科学发达之后，大众对宗教了信仰越来越淡薄了，甚至于有一些人呢整个放弃了，不再相信宗教。有不少教堂呢因此而关闭，这我们在西方常常看到的现象，那么催眠给社会大众的讯息，可以从这里再回过头来省思宗教里面所说的是有根据的，不是迷信。人有宗教信仰，人有因果的信仰，肯定会对于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一种自然的力量约束他，因为他知道善心善行有善报，恶念恶行肯定有恶报，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这些事情佛在经教里面讲得十分的透彻，释迦牟尼佛说有五个修行人，没有德行，
邪知邪见，贪嗔痴慢了，可是这样的形象不能影响信徒啊！没有人供养啊，所以大家商量。要装出一个形象，在人面前的时候，要有威仪，同理合作，果然香火鼎盛了，皈依的人也多了，拜他的人也多了，供养也多了。这是其中有一个女施主，被她这个形象感动，以真诚心的供养他们。这五个人习气不改呀，供养的这个女施主。死了以后啊，升天了。他真诚心供养，有福嘛。这五个假装的，没有实德的，专门做外表功夫的，堕地狱。经历很长的时间呢，堕地狱是他的罪业。罪受完了之后还要还债呀，不是说你能够骗得来的你就能够受，能够消受啊，不能，你受了之后还要还债。佛是对一个过往说，他说当那个时候这是久远界前呢，那个时候这个修斋供养的这个女施主，他说就是你现在的王妃这国王的妃子，他说那五个这个出家修行人呢，是给王妃抬轿子的轿夫五个人。皇帝听着非常惊讶，他说他来还债的，现在投胎的时候是做抬轿子轿夫，这个王妃专用的，正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。你所造的这个业不会消失啊。因缘聚会时是果报还自受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修行要修心呐。一定要依靠佛陀的教诲。依靠圣贤的教诲，今天整个世界会这么混乱，
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。为什么这么乱？有不少人问过我，我说我想大概是我们这一代普遍都是把教育疏忽了。什么教育？伦理的教育。伦理是讲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，不知道了。所以个个都变成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从来不为别人着想。连对父母着想都很少。当然他不会为朋友着想，也不会为社会大众着想，疏忽了道德教育。道德教育是人跟人应该如何相处，我们相处的标准是道德，关系是伦理。不相信因果报应，因果的教育没有了，智慧的教育没有了。给诸位说，一切宗教里面的教育，它四种都有。任何一个宗教里面，有伦理，有道德，有因果，有智慧。所以社会才变得这么乱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教育失掉之后，人心的染污严重到极处。你细细观察，很容易看得出来。从哪里看呢？普遍的观察是心浮气躁，你就晓得他内在的烦恼习气是多么严重，定不下来。读书，听老师上课，一般大学里面学生能听得进去的只有15分钟，15分钟之后心就跑掉了。所以我们这个道场讲经一天现在2个小时，因为这个居住的地方呢跟我们这个会里面居立远了一点，如果我能够住在这个学会里面，我的时间就多了免得这个交通往返，一天至少讲4个小时。我们天津的同学居然能在此地坐4个小时，不容易现在在全世界大学里头找不到了。
哪有一天能够在教室里听四个小时课的？没有了，这怎么得了？啊，那么这我们从这些地方很清楚的能够看出来。内心烦恼习气多重，啊，即使用宗教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挽回，啊，佛家讲业障太重啊，啊，可是有善根的人也不是没有。啊，遇到云烟，哎，他真能学，他真肯放下，啊，放下烦恼习气，认真来学习圣教，这种人少就是了，越来越少了，啊，我们要是发觉到，要认真去培养他，去帮助他，给他做增上缘，成就他。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！啊，为苦难众生呢，培养好的老师啊，啊，这些人能救人呢，啊，像佛家所说的再来人啊，只要我们留意，也能发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